这儿少动，是吧？知道吗？那以前是听到他就在呀。他压到下面之后，他就自己往上回。所需要做的就是重复开门放门开门放门。嗯。这种控制方式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，你怎么一直不知道而已？你这就是没见过。其实像这种小门的对吧，放在人家那边还是最好看，还可以当个垃圾箱。嗯。基本上很少的很好的噪声，你都听不见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我们站了一下，放到后面。